玩乐三分钟。小猪佩奇要来吃烧烤，打开烧烤炉，拿出食材，我们来烤玉米、丸子、肉串、翻个面，丸子也要翻面，还有肉串。烤好喽，把玉米拿出来，还有肉串，丸子也烤好了。佩奇来吃玉米，好甜的玉米。再吃丸子，好好吃啊，还有肉串，肉串好香啊。我们再来烧烤胡萝卜、热狗和小鱼。胡萝卜摆上烧烤架，还有热狗，还有小鱼，给小鱼翻面，然后是热狗，胡萝卜也要翻面，小鱼熟了哦，热狗也熟啦，胡萝卜也烤熟啦，拿给佩奇吃，好好吃啊，还有热狗，热狗好香啊，还有小鱼，太好吃啦。最后我们来烧烤鲤鱼、韭菜和金针菇，摆上烧烤架，金针菇还有韭菜，给鲤鱼翻面，金针菇翻面，还有韭菜也翻个面，金针菇烤熟了，鲤鱼也熟啦，韭菜也烤熟了，佩奇来吃吧，好香啊，再吃韭菜，真好吃，还有金针菇哦，太美味啦，佩奇吃饱喽。